好，我们终于睡醒了，现在是12点多，我们现在要去换钱所换钱。我们第一天早上行程就直接跟他说拜拜。好，前面就可以看到换钱所了，在那里。然后现在地板上其实有积雪哦，其实都还蛮好的。就大家来的时候注意安全，我刚刚又已经滑了2-3次，就是这样子用重心不稳这样子，然后只是很平常这样走而已，真的是要小心，因为旁边的雪，路边的雪可能其实已经是变成冰了，那变成冰的状态就会非常的滑。我们现在到换钱所，这边有蛮多间换钱所，所以我们要先看一下它的汇率怎么样。它的汇率比较好一点点。那哪一家？因为我们刚刚在路上看到另外一间是1300。这是比较新。这家是跟大使馆一样的汇率，美金啦，因为我们是换美金。那哪一间换都一样。好，现在的温度是负，我看一下今天现在负几度啊，反正零下啦。然后这个人说要去喝白中原的冰沙，这种天气他跟我说要喝冰沙，开什么玩笑。这是白中原老师的冰沙店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去买冰沙。太冷了，看不太懂。太大了，需要我们需要用翻译。对啊，我们真的要放映机看一下。咖啡果汁茶奶昔。现在要放映机。要拍吗？没关系，大概看就好了。先决定要喝什么好了，不要让，对啊，怕等一下后面有人。这100多块，他这个人，这是100多块。结果我们最后还是买热咖啡，因为他说有点吃辣，还是买咖啡好了，热咖啡好了，不然我怕会被冷。我们现在去买手套，韩国太冷了，所以他们都有这个候车亭。让他们在里面等公车的人不会这么冷，我觉得还蛮贴心的。我记得这个小卖部很可爱，它能卖一些零食、报纸啊，还有烟之类的。哦，有这种类似警察、观光客的警察，然后到无处不在的法轮功。我觉得太香了，想要吃一串鱼板再走。要吃全盘。那就吃啊。吃酸鱼板，我们点了鱼板跟热狗，老板娘其实会讲中文，不是太标准，但是听得懂，可以沟通。而且我看那价格其实跟4000吧。哦，是吗？对。好吃吗？嗯，我很喜欢吃鱼板，我觉得鱼板很好吃。我也喜欢吃鱼板。然后还附这个汤给你，那汤是可以续的。OK， 可以续汤是不是？可以续，每一家都可以续，没有遇过不能续的。沾这个汤吃。嗯，那如果你有点炒年糕，你可以沾炒年糕这样吃。哎呀，真的很好吃。真的很好吃啊。很好吃。哎呀，我的汤很好吃。好吃多嘛？不错嘛，看起来很好吃啊。因为我没有想象，它生意非常好，很多人哦，现在要排队。Nike， 然后看它有很多客制的，它可以客制衣服，但里面不好拍，所以我就拍照啦，等会再补给大家看。那旁边超多人在排队的，然后仔细看是蓝瓶咖啡，人真的超多的。但这间店看起来是只可能外带啦，但是人还是很多。在中间最大的十字路口会有就是这种导览人员，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。今天值班的是日文跟英文的。
我们现在要去东庙市场，然后东庙市场是一个，这是玩具街，玩具街，但哪可以投？你们走。好，那你走吧。所以刚刚说东庙市场也是一个玩具跟文具街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先去逛逛，然后好像也有一些二手就是跳蚤市场的东西啊，然后我们就先去逛逛看这样。这边是东庙市集。旁边就是东庙，现在有一点点飘雪，不知道拍镜头看不看得出来，因为很微笑。这是买零食的餐厅，人非常多哦。好像除了零食，还有一些生活杂货简单的。这里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有哎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应该是二手的，因为这边是二手。一定是二手的。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有，它从保暖衣物到吃的用的，然后还有一些二手的东西都有。然后二手的东西其实你一看就会知道，因为它就是这样一堆一堆的堆在这，这应该都是二手的。但是很有趣，我觉得这里还蛮值得来的，这里应该是他们当地人会来的地方，因为这边大部分都是韩国。这里是东庙市的东庙，但我们其实不知道他去拜什么，怎么可能要回去看一下，说他是侍奉的是什么人，或者是什么神明，我们不确定他是侍奉什么东西。好拍。对。那看起来是可以进去参观的，你要进去看看吗？他们是没有。我看看他写什么。右进左出的概念吗？好像没有，看他们都乱走。那跟台湾比较不太一样。里面很漂亮。对啊，我们进去拍照。不要在里面上厕所，这边有公共厕所。好。所以这边没有厕所的意思。OK。哇，好美哦！这里其实还蛮漂亮的。挂一些刮痧棒啊、录音带、钱币之类的，跟台湾那种古玩摊有点像。然后这是书店，是很多二手书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你看得懂韩文吗？看不到。哎，都一样啊，后面。不一样。很日常的感觉，很有生活感。然后对，它现在有一条很漂亮的河，等一下过去，看看。哦，你再把水敲掉。有很多便宜的衣服，像这种衣服可能都才外套整件呢，可能才5万或7万韩元而已，都非常便宜。可是它的品质就比较普通，摸得出来。对，摸得出来。但是很酷啦，就是你想要买便宜又需要保暖的衣服，这边应该是可以做得到，但是质感就是没有那么好。有品的话，其实就很适合。对，因为一件可能才400-500台币而已，不用不到，100-200就有了，就有大的，长的羽绒衣。对啊，只是真的是摸得出来，就是哦，这个质感就没有那么好，然后保暖效果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应该是不会在这边买这种东西。只是我觉得还蛮有趣，大家可以来逛逛看，因为是真的有很多很便宜的衣服，非常便宜的衣服。现在这边前面有一个布条，
这里就是玩具街，这位小朋友一定要来的玩具街。哇，好冷，有风真的是超冷，没有风真的还好。那有没有风真的差很多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穿防风的衣服。我开始收裤子的话，这个风是刚刚出来，所以它是超级狂风吹出来的。要你啊，超冷。其实很冷，那个风是会刺骨的那种，哎，嘎冷哎，快，真的很冷。我们之前在 IG 看到有人拿这种东西在夹雪，然后干你俩各种，他就说他要买，说我们买了一只，我现在去结账，好好笑哦，我买了一只，哎，有皮卡丘的，不要，什么是垃圾皮卡丘，鸭子鸭子都是买的小鸭子的，他进来，他进来发现是玩具店就沦陷了。我们那边还有车子，那边有很多车子。有啊，那里是有。来韩国逛玩具店的我们，他刚刚说这里的玩具车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车子，他说台湾只会进大众喜欢的车款。啊，这个好像都很不一样，都是。那这里应该会变成我目前为止花最多钱的地方。对啊，我们除了刚刚买帽子有花钱比较贵之外，至目前为止没花什么钱。这一台韩美退税就220左右而已。它可以退税吗？我不知道能不能退税，但是220还不退税也很便宜。台湾这一台都卖300-300，也是啊，也可以啊，它很精致哎。啊，等一下你问问看啊，我是觉得几率不大，因为这种小店，它不开发票的话，应该就不能退。你是可以问问看，这个，这个价位是十年前的价位，那真的。我们刚刚进去这间店，要买什么东西？火车？不是，我们一开始要买什么东西？买坐雪球的那个，坐雪球的那个夹子。就我们最后，你知道坐雪球那个夹子才2500，我们最后花了40000多元，就会买了很多可爱的车车。这里有卖这种季节装饰的小店，很多很多的玩具，哦，是糖饼，太冷了，糖饼都裂掉了。对啊，可是好香哦。对啊，我们又陷入了一间玩具店，因为这里的透明卡卖得很便宜，一般的只要4500，然后黑盒版的是8000，还有6500的是黑盒版，然后有些另外一些是6500，而且它这个初回特别是一样，没有绑定普通版本，你可以单买初回特别是一样，对啊，这个也是，它都是初回特别是一样，它不用再单买，它不用再另外买，它可以单独买，很棒呢。这个少年又看到了很多可爱的车子，正在犹豫不决。韩国之旅变成买车车之旅了，没错啦。我们现在逛完东大市场了，我们现在觉得其实在这边非常好逛，尤其是这位他买了很多小玩具，他觉得玩具街很好逛。啊，我是觉得说他这边真的有非常多的衣服跟一些有的没有的，你想得到的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有，然后就是觉得建议大家可以来逛逛，而且这边在逛的真的大部分是当地人，然后玩具店的部分都有明码标价，所以你也不用去猜说这东西是多少钱，就是衣服的话大部分都有标，就是有些你可能要问的这样子，对，像二手店的你就要问的，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杀价，可能就要观光客的话再注意一点这样子。好，你刚讲。干你老师！好好笑哦。